那个渊南，看到吗？这里渊南。我们去渊南吃那个日本菜，应该会好吃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渊南，这个是云龙，云龙。云龙，对啊。好了，我们吃东西了，去吧。去吃东西吧。走。Taxi. Yeah, ladies and gentlemen.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元朗。干什么？元朗那么远呢？带你吃面。吃面，我吃饱了，你都吃不饱。这个菜很好吃哦。你知道我要减肥吗？不要减了，吃完这顿再减吧。好吧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？但是你看看，我不能喝，我不能牛啊，不能吃那个猪啊，我可以吃什么？这里有鸡肉啊，可以吃鸡吗？但是你知道吗？日本人可以吃鸡肉。你知道吗？日本菜大部分的汤都是猪做出来的。不会啊，这里有一个靓汤很好喝。哪一个啊？芝士辣底汤。OK。没有听过的是什么？很有名，很有名，很有名的。对，你尝一下就知道了。这个是什么？鸡肉乌冬面。哪一个呢？我这个是猪肉面。可以吃了没有啊？可以吃啊，可以吃了，快吃吧，尝一下，味道很好。真的很好吃的吗？当然了。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啊。但是我喜欢印度菜啊。还喜欢吃印度菜？对啊，吃印度菜不健康的。为什么啊？要多吃一些这样的面食啊，有益身体的，对你的胃啊肠胃都很好的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面有助消化嘛，印度菜都是咖喱。对、啊、很不容易消化的，我觉得。但是好吃吗？但是很容易长肥啊，你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子了，还要吃吗？挺好看的吗？看我多好，每天就吃这些东西，看我的身材多棒。看嘛，这个是什么肉？这个是猪肉，猪软骨肉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可能吃的。不吃吗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对，我忘记了 ，sorry。印度人不吃猪肉、牛肉的。这个肉很好吃，味道很好。太好了。很嫩，很入口。真的吗？很香，特别特别香。我这个是鸡肉，等我看一看好吃吗？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应该也不错吧。不错，汤是不是也很好喝？不光面好吃，肉好吃，汤也很好喝。对啊，对我来，一种面的汤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对吗？对，当然。对，芳芳刚才吃的这个面很好吃，但是这种东西是什么？下面我来让你尝一下。好吧。这个是鹌鹑蛋。哦、oh, okay. ，刚刚你有听到，这个很棒的，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。卤蛋啊？对，它是卤蛋，卤出来的。真的吗？对，你尝一下，很好吃。OK， 这个是烤秋刀鱼。烤秋刀鱼。以前有没有吃过？没有吃过。等一下尝一下。OK。这个是扇贝。扇贝。蒜蓉扇贝。这个是烤圆贝。烤圆贝。对，味道都很好。真的吗？对。好吧，我们来吃吃。要尝一下。先尝一下这个吧。哦，宝宝，谢谢你啊，别客气。妈妈咪呀，很好吃哦，这真的好吃。再尝一下这个，慢慢吃，慢慢吃，不要急。好吧，吃货都是这么心急的吗？先尝一下这个原贝，扇贝。谢谢你啊。哦 ，beautiful。吃了这么多次，还是觉得很好吃。真的吗？我刚刚有洗手。这个鱼的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吧？可以啊。推荐的没有错吧？没有错。希望你能喜欢吃哦。我不知道日本的菜可以。有一些日本菜很好吃。这个呢？
我想吃这个。这个蛋是这里的特色，招牌菜来的。真的吗？对。OK。烤鹌鹑。来吧。Thank you。真的好吃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不骗你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吃？每次来到这个店里，这个菜都是必点的。真的吗？很好吃。OK， that's good。好了，我们吃了很多东西了，现在我可以看到这个 mac chicken， 这个是什么？麦乐鸡。麦乐鸡，对不对？麦乐鸡。谢谢你啊，我的普通话挺好的现在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芋头球。芋头球，还没听过。这个呢？啊，这个我知道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是有啊，洋葱卷。洋葱卷。我喜欢这种。这个很好吃啊，这个。这个也很好吃，真的吗？特别是这个，我要跟你说，真的吗？对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OK， 给我尝一下，好吧。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哦、很甜，对不对？好吃、啊，很甜，很香，真的好吃，真的。下面再尝一下这个洋葱圈嘛，洋葱圈的味道也很好。Okay. 为什么你不吃啊？要蘸这个吃。吃吧。你先吃。怎么样？可以吧？麻烦今天谢谢你啊，带我来吃日本菜。不客气，我也要谢谢你带我吃印度菜。没关系呢。好，谢谢。